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啊，来欢迎支持的，咱即马倒转来了后，又完讲哦，国安老师共同过来探讨咱的这个啊，讲将咱台湾的这块金碗要甲切落清气，啊，即马已经讲到讲吼，要安怎来写一篇真优美、真代表性、真有台湾人代表性的这个文章啦吼。啊，这都有影，迄功夫有影万底深刻嘞吼。啊，经过啊，都爱安尼。演练啦，吼，啊，经过这个历史的淬炼啦，才有法度，淬洗过才有法度写。无啦，你莫甲想安尼啦。嘿啦，莫钻牛角尖啦。你莫甲，我就是专门钻牛角尖的啦。所以台语文吼，唔是要去争取诺贝尔奖的啦。嘿，那有法度有一天哦，咱台湾人有一个哦，会当用台语文写一本正港台湾的这个文章，得到诺贝尔奖，我看全世界轰动，走来台湾学台语。哎，迄是理想啦，迄是理想。嘛，唔是讲绝对无可能。迄是理想啦吼。但是咱咧起步的时阵吼，咱就甲想讲，干来讲你要写张批，嗯，好朋友，嘿，吼，啊是即即卖迄个手机啊要练吼，好朋友，啊，要练好朋友添，的时阵你用台语写就对啦。啊，你讲来讲，阿妹你食饱未？啊，你就写阿妹你食饱未？吼吼，对啦，就好了嘛。哦，啊，你问咱的主张是。安尼起步就对啦。嗯。即摆安尼起步，即摆是讲吼，你一个文章写出来，别人，你若家你写家己要看的吼，嗯。你画圆箍啊吼，嗯。狗啊，甲画只咱狗啊，你嘛知影。嗯。哦，但是要写迄无限制。嘿。啊，你若要写哦，别人看，别人看要写公开出来吼，嗯。你别人看来知影讲啊是台语文，那唔只会当用台语给你读。对。哦，啊，你若别人看讲啊这。中文啊，哎，用中文读啊，嗯，哦，用中文读的时阵，读了讲，嗯，啊，该歹读啊，嗯，哦，你学袂写，你这人学袂写，吼，嗯，哎，就该等三步读啊，对啦，哦，安尼你写的台语文都等于你无写，嗯，等于你无写，做白工，那做白工，咱做白工吼，讲个是虾米嘞？功德做个草啊波，对啦，对啦，哎，就无会烧功德啦啦，功德做滴王啊波啦，嘿，功德是要做好活人，唔是要做草啊波啦，唔做王啊波，王啊波还好啊，功德做王啊波，草啊波是要做啥？草啊波就遐无半项啊，啊，遐就无人，就遐无人啊，无迄个灵魂啊，无啥物，你去做功德要创啥？吼，嗯嗯。哦，咱即摆就是讲吼，啊，那安尼台语文就需要什么困难吼？咱只安尼想吼，啊，全汉语文有人真一直讲爱用全汉语文写，因为你讲这个全汉语文，咱拢接受几啊百年的汉语的这个文化，其实吼，几啊百年是无影，嗯啊。不了，百年无呀。台湾有台湾人诶，迄落个，敢有？唔是，要台湾人有台湾人是有几啦千年，几啦百，几啦百年是有啦吼。但是啥拢无。啊，是讲迄个台湾人真正跋落去迄个汉语诶深坑内底吼，是真老了。嗯。真老，真六十年啦，对啊。对对，哦，六七十年，啊，那日本时代对啦，原来有汉语什么的，那是清朝呢。清朝都是日本时代，伊个清朝，那是块地仙文字典的，还好些人。典属新呐，参照。那叫迄个汉儒先啊来因兜咧教，啊，多一个有啊咧。啊，有诶，就迄个庄啊，有一个庙，啊，就去迄落庙内底有一个所在，有成十个啊，迄落囡仔，就汉文先生就去遐教。啊，汉文先生免钱呢？迄哎呀，就遐个家长啊，就一寡就爱包一寡先生礼啊。我若讲安尼着吼，大家人可能唔相信。嗯。阮日本时代，阮咧读国民校诶时阵吼。嗯。一班吼。迄边拢足大班的哦，嗯，阮迄班一班六十个人了，嗯哦，啊六十个人吼，今仔日有来吼，拢差不多三十几个人了，嗯，一半下计拢无啦，嗯，无来啊，即马先生啦吼，先生就会教说，看，哦，老弟妹无来，嗯，啊就叫，啥物人，甲啥物人两个学生，嗯，去引导甲叫啦，嗯。去引导，嗯，啊，较早咧去引导无，你较大用行，行半点钟以上哦。来个去的，去个来的，都要放。啊，学生就去甲引导去甲叫，
哈、嗯，因为读册拢免钱啊，你去拜托伊来读咧咧。嗯。哦，啊伊妈唔来啊。对啊，阮家就足无用的啊，要挂电话啊。啊，要讲挂电话，就讲你上迄个就是讲要紧啊嘛吼。嘿啦嘿，爱爱小弟小妹。啊，就唔来。嗯。啊，你咩学生去叫无来，等下甲老师讲，吼、哦，甲先生讲、嗯，先生下晡。下课了，先生，主任在去引导，去拜托，拜托你囡仔读书。可见台湾人在迄以前点哦，几个人捌汉字，我跋落汉字去都无影，无影啦。真少啦，都迄什么地方属性啦，迄落一挂较迄落。啊，迄阵啊是咧用大汉话，啊大汉话本来就无咧写，啊有咧写是用日本语。嗯，哦，日本哩一般看啊，一般迄种哩。嗯，真正台湾人跋落去汉字圈内底，嗯，是真老。真老吼，阮接受了上海商务印书局入来的册，嗯，规本拢汉字夹一条，夹一条，哇哒哒哒哒，这是要做读这款字啊？这为着读字啊，哎，那为着读字啊，所以是无影、嗯，这是人的观念啦，听。嗯，所以你要今日要写台语的时阵，迄就爱。你也知道吼，教来教，迄个汉心，嗯，汉字的心啦，汉心写铁蛋上，哦。哦，曾经日本也有这种的，这种的夸张哦，嘿。那无西天大山，你带伊日本文无法度好起来。日本原来经过迄段啊，好加在咱台语进程是无理化，无迄个讲叫做古文化的对啦，无嘛。啊，无咱免啊，免去想诶。咱即马惊是讲好即个中文，哦，中文，咱若看到汉字。唔是干咱啦吼，全世界的人，那看到一篇文章拢用汉字写的，我要惊死。的确上来是讲，啊，这是中文啊，对，这是中国文啊，对啊。啊，提起来啦，会晓的人就上中国文啊，啊，若未晓读就算啦，啊，会晓读就用中国文的迄个意识去读。所以台语吼，你若拢总用全汉字写的时，你写出来一本册，吼，算一本册，这本册伊讲叫做《大英对译》个啦吼，迄英文的遐也无，啊来个人安尼看了这本，我头啊叫你讲中文的，讲叫做计程车，管你计程车。我的名叫小黄，啊伊哪会改好名，或者我的名叫小黄。哎，迄只小黄是只细只鸟啊，黄色个细只鸟啊啦。嗯，是鸟啊，叫小黄。这人嘛真古锥啊。啊，所以问题就是一点，吼，啊所以吼。这是来这你话问题啦，话题的问题吼。啊，即摆咱咧讲啊，是讲，即个外观来这你写遐，咱不管哩。就是讲，吼，你一张纸，就一直个乌哩，咱看到这张纸的时候，咱直觉在想讲，啊，这是台语，这是台语，好，这是台语，啊，就再用台语来读，看到这是日本话，来日本来读。虽然吼，咱再讲这个澳洲语言吼，澳洲语言用罗马尼亚，用罗马尼亚，但用罗马尼亚英文、甲法语、甲德语，人伊咧就看不对，有一个啊，吼、哦，像讲你来去街路看到一个日本人吼，穿目镜穿遐个，吼，的确像，迄个人行在纽约，那么讲啊，迄日本人啊，对啊对啊，吼、哦，咱有看到迄有一天我伫迄落火车头，台北火车头遐，看人穿迄落和服的迄个长的迄个查甫的安尼只白啊，穿个叉夹，啊戴一个帽安尼，圆圆安尼，迄唔免讲，伊嘛是迄落日本的迄落观光客来吃。对啊。系啊，你唔免问嘛。啊，所以是咱台语内底吼，吼需要这款的外观的对啦，这问题外观。对对。啊，那安尼吼，上好方法吼，
就是学日本，啊，有韩国，嗯，做台湾字啊，做台湾，做改做台湾字加下落去，嗯，加汉字安尼算日本文啊，汉字啊个慢慢改转移，改下落去，嗯，好，安尼，安尼就是看了怎个台语啊，嗯，好，啊，即摆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嗯，哦，即你你有常做字无啦？我先拜托我插播一下吼，有一个叫柯祖德先拜嘛，对对对，伊真够趁钱啊，伊足够做生意个啊，伊出狱了后吼，即政治犯关足久了，出来了后，伊就开始落去做即个国际生意哦，趁足济钱，啊，伊就请一群即个大学生在做迄啰电脑迄啰软体迄啰，啊，伫遐在做字。做字哦，啊，毋过看起来阁无像日本字，阁无像韩国字，搭像迄毋知要教到当时才会晓。迄个咱所想个讲，即著是台湾字哦。哦，即若要推广，比登天阁较为难。即即啦，迄靠做对，我也捌看过。嘿啦嘿啦。啊，即摆著是个。问题是你讲要安怎甲伊脱汉字，慢慢脱。做字是一个时代。嗯。你若还没电脑以前吼，做字是绝对，绝对对。因为说三十年代台台语运动吼，嘛是有人主张讲爱做字，吼，即个叫做郭秋生，郭秋生主张爱做台湾字，绝对对。吼，啊，即摆问题就是你有电脑了后，你即个做字爱搁再有得摕到即个刻度。嘿，国际认证，敢若咱的棒棒共款啦，棒棒总统着国际认证。啊，着有迄个你才会当流通。嗯，对。因为即摆有即个限制伫咧。嗯。哦，所以你敢若有法做哩，嘛袂着。啊，搁你台语若讲要敢若要做哩吼，有发生困难。嗯。有发生困难，因为即个物件毋是敢若咱咧想尔。嗯。洪伟林吼，洪伟林教授啊，嘛想来讲，啊，无用韩国啊，用汉语，用汉语来用，吼，伊有安尼主张，吼，啊，汉语南台语来用，完了，淡薄啊，有一个破啦，有一个破，问题就是讲，你汉语你嘛爱甲改做啊，因为汉语音甲台语，无符合啊，因为台语为了。嗯，汉语无咧，嗯，汉语无咧，嗯，哦，啊，啊，毋过用日语掺一点仔过来，对，啊，若用日语 I U 的哦，嗯，哦，其实迄个1930年出来台日大字典就是安尼创的啦，伊用伊甲台湾的写个吼，嗯，72音啦，嗯，72的迄个符号用 I U 的哦写的啦，吼，嗯。啊！你啊问题吼，有一项啊，你啊详细看台历大字典，你就知影。嗯。日本人迄，比如讲阿啦吼，阿日本人是叫阿咧，阿里马斯，阿咧，台语是阿咧。嘿。啊！日本人。啊！现在一打一声就对了。对，一声，一直抖音再来讲一声。台语是有啊，有分四声哦，啊，迄几下。嗯啊啊啊啊！即嘛要处理啊。嗯嗯嗯，啊，就用一个符号嘛。你看人伊迄英文，迄啰越南人在用的改做英国文的时，就是才记一个号，才记一个号，才记一个号，拢用英文主体，边啊拢生足侪迄啰安尼。啊，看起来伊若写较好，印出来嘛真好。对啊，对啊。啊，即摆你日本，迄人安尼念一个人就知影讲，迄毋是英文，迄就是越文。啊，你日本字甲摕来用对无？嗯。吼，甲摕来用。嗯。是。会当流通啊，因为日本你有靠到嘛，有会当流通。但是你若甲做符号落去就袂流通啊。问题过来。对无？嗯嗯。甲做符号落去就袂，你家做个咯，还佫做你同款啦，无流通啊。实在，人类实在有遐足复杂个。嗯，佮无法度啊。迄即款业毋是咱家做个，无法度，咱佮拄着即个时代，毋好。对啦对啦。啊，所以就是讲。无奈啊。讲来讲去，嗯、啊！你即摆就是讲，咱会较扳断吼，你，吼啊。
台语，嗯，逐套嘛会用着，嗯，逐套用会通就好啦。逐套都是一电脑内，一电脑内底会字摕出来咧用的啊，迄个会使。所以就是讲，讲较简单来讲，罗马字，嗯，南汉字，嗯。啊，这若变成一个叫做决定，嗯，就是讲你若看到一个文，嗯，啊，罗马字、南汉字，嗯，啊，迄罗马字佫有符号的，嗯，安尼这就台语文了。好，啊，就台语文，咱若决定安尼个从全世界人看到，嗯，惯习个，啊，看到这个，嗯，啊，这台语文啦，嗯，也袂晓读个你就算啦，啊，也读个你用台湾话甲咱读，嗯，啊，你哩台湾话就存在。你写的文章才会存在，嗯，你写的文章才袂让讲中国人写，嗯，才袂让用中国话去读，嗯，哦，等于这是一个路了，对啦，嗯，对对对，哦，这是一个路，嗯。哦，字典，啊，字典，拢总用汉字来写，嗯，诶，台语文体啦，嗯，好，嗯，啊，当开始我是想讲吼，迄个香港话，嗯，香港话有香港文啦，对，有香港文啦，对，有香港文，香港文你写就好写啊，啊，对，对啊，我就看香港文，我用客话，用我的客话在解读香港文，佫会通啊，啊，都一日看你就知影讲哦，那迄款的字体就是香港人在讲的广东话的意思安尼。我嘛是安尼想啊吼，嗯，啊，不过即马经过遮久的这个经验啦吼，嗯，这条路嘛是袂通的。安怎讲？因为香港文死去啊。对啦，香港文是中国汉字文，拢总汉字文下骹原来是向砍去啦，嗯嗯，可能向砍死去啦，对啦，未大拍起来，嗯，未大拍起来，迄可能是，哎，因为汉字点吼有专业，嗯，汉字是专门要写中文的，嗯，所以你若全汉字拢写落去吼，嗯，你绝对是中文的，嗯，连全世界人都在讲你们这是中国文，嗯，未甲你想讲这是香港文。嗯，还是讲台湾台语文，嗯，哦，啊，伊若未解释过这香港文的台语文，伊都袂用香港话，还是台语话，台语的发音读，伊，嗯，都会用北京语的发音读。伊若看到我，伊，嗯，会读作我，伊袂解读作我。嗯，对了，对了。这问题啦，哦，所以我咧主张讲吼，你着爱有一个纪律，台语文爱有一个台语文的纪律。免只啊写讲啊，我这是台语文哦，安尼，嗯，你一摕出来算日本文啊，你摕出来看看，啊，这日本文，嗯，吼，哦，日本文，比如讲吼，哦，学校，吼，哦，啊，行，伊去后壁有马术，吼，哦，嗯，有这拼假名，脱了，你绝对袂甲他讲学校行，你甲他讲甲过伊去马术，嗯，哦，用日本文读，你袂用中文读，嗯，所以台语文我来写起来。啊，看到，吼，哦，你用立志讲这是台语文，啊，嗯，用台语甲你读，这款台语文才有前途。唉，啊，若无，吼，哦，你若反对这个，你会使反对，嗯，但是你写的吼，哦，可能要甲你讲台语文，人袂当用台语文来读，嗯，要甲你讲这个中文，你佫学袂写，伊的文法唔对。我感觉你安尼在讲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咱台湾，阿袂啷讲，伊即马现代化，即落电脑啊进步，遐侪安怎吼，瞬息万变啊！即马语言拢混杂甲安尼，啊！你讲要讲要讲正讲，讲起拄则讲迄个境界甲技术方面哦，即要来克服。安尼只。对嘛，嗯，因为你讲北京伊内底外来语足少嘛，嗯，对，北台伊拢来共翻译啊，嗯，大物件共翻译啊，嗯，好，大物件都爱共翻译，啊，翻译结果是安尼，中国人看有尔，譬如讲电脑，嗯，你中国人看有尔，啊，你若讲，嗯，你若讲叫做
computer， computer 对吼，全世界人听有啊。嗯。好啊，一旦唔识 computer， 因汉字无法度。嗯。汉字要写音，汉字音符吼。computer。嗯。空气个飘起。啊，你若台语的时阵哦，你个南罗话你写你个 computer 就写 computer 好，你免出去英文讲 computer， 免安尼你个写 computer， 通日本人个 computer。嗯。computer 就是安那。就是电脑啊。哦，日本话叫computer， 伊唔是伊外来语吼。嗯。咱安尼讲哦，迄讲中文人常常吼，甲即个外来语吼，即个外，唔是外来语，是外国语。嗯，外国语。用外国语的发音来讲。嗯。好，譬如讲迄条做model 吼 ，model 吼，英文。哦，啊，所以人伊日本讲做模特儿，模特儿，哦，模特儿，哈，啊，这个模特儿是介原来发音是无对，譬如讲咱咧讲骗子啊，哎，骗子，骗子，咱讲骗子，骗子介原来骗子嘛无啥共咧吼，啊对，啊，就是你这个话要甲吸收来，你啊改造变讲咱的这个发音系统，嗯，参咱的发音系统有虾，嗯，安尼时阵才会当用啊，对。哦，譬如讲，即领衫都美国人诶，美国人咱摕着穿都收大领啊，啊，咱就甲修改修改，咱穿个拄拄啊好安尼。美国西装大叔。语言嘛是共款啊，语言嘛共款啊，咱要甲摕来用，吼，咱就要甲改啊，哦，要改讲海参咱诶话会合，安尼来用，毋则会变咱诶话。所以日本人真厉害，日本人就逐句都甲。现代外来语，唔免出到中文来，一直咁翻译，一直翻译，翻译到尾啊，唔知你讲啥啊？对啊，对啊。啊，不过我即马佫你讲到遮，我即马佫有一个问题咧。即马现主是咱台湾啦，行到这个抗战啦。啊！你看，讲咱的台语已经剩选举的语言啦，啊，搁有诶，像我这边的选举，大部分嘛无咧讲台语啊，啊，下港较有伫迄落，吼，南部较有伫讲尔。你讲咱的即个讲要家化作讲伫迄落电脑上会当安尼大量安尼去推行去安怎？我就感觉，那你拄则咧讲啊，咱就是爱文字化嘛，有文字化了后，才有当咧啊这。这个路吼，我讲啊，足大声！咱一边啊听，好遐有讲安尼，咱足新鲜嘞。嗯。嘛，感觉遐人是真。真牛的人，真牛真撇色啊！讲日本嘞。嗯。但是在你个今年尔嘞。嗯。日本人就三国导航啊。嗯。吼！日本人免讲，日本人讲日本人，一咱台湾讲日本话人全细声。嗯。都细声，唔敢讲。啊，即嘛无。变数嘛咧，
一代死啊。加油加油嘿！车也出好好啊，嗯，啊，是讲咱咧看起，哎，较客气，哦，多一个较客气，啊，多一个较防袂当错讲。看到讲我的名叫做小黄，啊，咧我直觉上我咧想着讲这是中文啊，哈，我的名叫小黄，叫小黄，啊咧。这个哪个修改去了？嗯，譬如讲，这个我的爷，这个爷呐，写在我的名啊，我的名爷，这个爷里吼，啊，另外就是讲，哎，这第一文，这免写在第一文，上个第一文，就是咱即马这个要个修改去，要个写啊，个可以互人看到安尼，唔免烦恼讲我咧讲的讲，即马电脑用到安尼，你要翻过迄个用一部迄落，搁用准讲有啦，有台语安尼，搁要塞过啊，干啊足困难的。对，咱唔是重新要发明什么代志，咱是咧现在咧讨论的是讲，吼，咱做个安尼来吼，多一条较无拄好的，咱个修改一下。修改一下，提升一下，对吧？嘿，若无需要的，轻易啥？有的人不规不矩，感觉讲，哼啊，这都可有可无嘞，可歌可泣嘞，吼，这无当嘞，吼。讲较直接就是讲吼，咱这间厝都起得好啊，嗯，咱即马户口本啊要甲挂起来啦，嗯，讲这间厝是我的，嗯。安尼就对啦，哦，需要安尼对。这个是毋是讲啊？美国人啊来啊，要大山，中国人来啊，大，毋是，即住即间厝的人是台湾人。对。咱是要甲挂户口本啊，就对啦。嗯哼。哦，安尼，咱即摆休困，咱阁继续嘛，哈。嗯。